大家好，我是带你看美车的朗卓吉。今天我要确认拿这辆车18个小时去泰国。OK， 新鲜出炉啊，看到吗 ？Engine 还真的啊，连这个钉都断了，没有了，还可以加吗都不知道。OK， 就是确认一下喽，该不到地方，要大力点。OK， 然后大家有话，然后后面的大家好像要公开调了。OK， 确认一下啦，哇，19年了，19年的大家还可以用吗 ？OK， 我们来确认一下。OK，Good morning。现在是凌晨12点50分 ，OK， 现在要出发去泰国 ，OK， 加油，可以成功的。想念曾经铺满我，望着满天星在闪。OK， 还没有去泰国，还没开车的时候，第一步就是我们要 check passport 有没有带，第二步就是我们有没有带我们车卡。OK， 这两个东西有带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泰国。OK， 我们正式出发 ，STM 的时间17点，然后530 km。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让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。OK， 我们终于到怡保了。说真的，真的是有点累啊。OK， 现在是凌晨3点，休息站，油应该要没完了，才走了220多 km。OK， 我们还是进去打一打油好了。OK， 现在我们打第二桶油，会打多少钱呢？哎呦，30多块，好像是还挺久的。OK， 第一轮的休息，现在是3点半。OK， 继续再前进，车勉勉好好的。OK， 加油。凌晨我要到了，没有事，没有到达，漂亮哦。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来做那个车的保险，做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出发了。保险、passport、车卡全部省的，可以出发。OK， 加油！哇，来了，来咖啡。哦，不是整个完所有的资料，现在就是进泰国的时候。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啊，一到泰国，车嘅冷气坏咗，冻咗 ，OK， 冇再有大英国风扇，可以用啦。啊，到泰国冇乜风扇。再 ，OK， 收翻了，现在又要弄啦。啊 ，OK， 啊，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，两颗真心就能不好的，不开心的，不要再提。OK， 现在我们去吃好料。OK， 食饱饮醉，家就出发，合寨。OK， 来到合寨，最重要吃这个燕窝，还有这个鱼翅，啊，看到吗？奥利吉呢 ？OK。啊，我们北京吃啥呢？索伦。
在泰国哦，就等到那了。好，等到那。嗯，中国上嘛。还有谁？马大牛。OK， 光南北京，投票1000块泰铢。OK， 现在我们去女人的天堂。Yes。OK， 吃饱玩饱 shopping 饱，现在是5点，我现在要回马来西亚啦！冲啊冲啊，回马来西亚啊，冲啊，回啦回啦，还要再等几个小时啊，8个小时。OK， 过了这边就是回马来西亚了。OK， 再见了泰国，回来啦。Welcome to Malaysia， 回来啦。OK， 挑战结束，回到了18个小时做不到，做了23个小时。OK， 真的好累啊，做了23个小时。不过证明这两组 carry 是可以的，23个小时做了1090多的里数。OK， 不过做了18个小时，只做了23个小时。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了，车又坏没有冷静，然后又我的车被锁，然后immigration那边又有问题，所以 kick， 所以得在23个小时才回到。第一次 ，OK。不要了，不要再挑战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